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是3月8日，今天是国际妇女节。首先我想向在座的每一位姊妹问一声节日快乐。也求主祝福每一位在座的姊妹，也纪念你们的摆上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、安然无恙的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在世界的各地，有很多的人还在继续遭受瘟疫的折磨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能做什么？让我们回到圣经中。圣经中记载了很多的瘟疫，几乎每一次瘟疫都有主的圣徒蒙神呼召，勇敢地站在瘟疫前线，使耶和华神的愤怒平息，使瘟疫平息。民数记16章，可拉一党反叛遭毁灭。以色列会众向摩西亚发愿，瘟疫便在百姓中发作。摩西请亚伦加上香为百姓赎罪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民数记25章，以色列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，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。祭司菲尼哈将一对行淫的男女斥候，平息了耶和华神的愤怒，瘟疫止息。撒母耳记下24章，大卫因数点百姓犯罪，国中遭遇瘟疫。大卫在耶路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神筑坛献祭，于是神垂听国民诉求，就是瘟疫之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是怜悯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谦卑地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会聆听我们的呼求，聆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我们要向尼西米和但尼米发言，为我们国民所犯的罪向神呼求祷告，为奉战在前线的医务人员呼求祷告，求主加添他们灵力和体力，为瘟疫中遭受患难的同胞向神呼求祷告，求主广施灵力，亲手医治。弟兄姊妹，我邀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，向我们的阿爸天父呼求祷告。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，你祷告寻求里面，我们在你所有的事
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爱覆庇他一切所造。我们的神是慈爱者，是怜悯我们的神。我们继续求主怜悯我们，如同怜悯尼尼微城人一样怜悯我们，如同怜悯旷野中被火蛇咬死咬伤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怜悯我们，使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知道
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认罪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我们回到应许面前，我们就不再害怕，因为你说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就应你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，因为你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将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因为你作者为我，你的慈爱和怜悯和你的宝座一样，直到永永远远。Thank you.
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赦免我们远离你，少祷告，少读经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每逢祷告亲近你，总是草草了事，没有尊你的名为圣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心对你冷淡，不爱你而爱地上之物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常被世上的名利财富所吸引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一切隐而未现、任你妄为的罪。父啊，东离西有多远，求你领教我的过犯，离我也有多远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中国祷告，为澳大利亚祷告，为韩国、日本、伊朗、意大利祷告，为普天下万民祷告。求你帮助那里的百姓认识你，求你兴起更多的门徒牧者，在普天下传福音，愿万民都归向你。求你差遣你的仆人、你的门徒、你的子民到万民当中做光做盐，发光发热，带领万民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好让你平息愤怒，